像最近的苏多清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人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了播出。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，现场的节目，咱有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这个电话，咱拢会当来利用。明仔呢，就是咱的春季花卉。咱头一天的开箱，然后那今天呢，就是爱甲咱的功德坛内底五哥山啦吼，所有的拢爱定位全部拢用较好，应按顺序来开箱，然后来嘛感恩啦吼，咱辛苦的工作人员然后以及咱伫遮吼要来做义工志工的师兄姐，真的非常感恩。有需要服务呢吼，现场的节目咱就卡。现场即线电话5966449。那是讲吼，要请油品啦，吼要结烟油品啦，香油款速查购买小盘香普灵灯，咱直接卡电话啦吼，出现必胜讲的服务电话。过来要甲咱讲的，就是讲明天花卉开始，咱拢杂机报名吼，专播吼旧定位吼，咱都无个接受吼，咱讲要报名吼咱讲做超前超多，这种咱都无接受报名。到昨天截止，咱都无接受报名吼，全部吼，咱就是将所有这个文书整理好吼，咱固定咱即马已经报到昨下晡为止，咱都无个接受报名，所以直接甲恁报告一下呢。咱若要参加了阿拜，咱秋季法会，咱再个继续吼来做这个吼咱讲功德来回向安尼。咱有春秋两季嘛吼，春季无做到，咱做秋季也没关系哟。来，咱的有师兄，就难得讲有师兄来点播吼，母娘的圣歌《龙花花归乡》，伊说他每次听，每次好感动啊吼。来，这是咱老师兄所点播的吼，带耳钉了吼，破主要一个耳钉嘛吼，感恩了吼，谢谢您。来，坐来收听《龙花花归乡》。
今嘛所收听这块，是咱刘师兄呢所点播的吼，《龙花花归乡》了吼，归乡。听了真的是有点伤感了吼，心声。咱讲母娘了吼，也每一篇的这个诗文了吼，或者是讲。啊，咱伫这个人在天地间，万物最精灵，天地人三在元灵永不灭，灵性本光明，天地可同参。就是咧讲咱人啊吼，灵性啦光明，天地可同参，日月可同光，人心上宝贵啦，贵在爱知修。所以母娘甲咱讲，修真即返璞，修真要创啥？就是要来返璞归真啦吼。返本境还原，人心本难得，动土境难生。讲人心金易得呢，动土金易生。修心易养性，为人之大本啊！吼，这是咱母娘甲咱讲，咱的躯体清净，躯壳无尘呢。吼，咱来讲躯壳无秽，三业堪顶。所以吼，咱常咧讲人。灵台清净，灵府集中，灵智就会发现哦。是安尼讲，咱的灵台呐清净，灵府呐集中呢，咱灵智就会当发现，灵心会当感通呐吼，灵心就会当感通。从天地之妙无极至尊呐，先天一气化元元，幻彻众灵元，神性中存，早日返家园。就是咱母娘呐吼，在咱这个无极太上皇庙幻彻天经内底。咱方庙安尼讲啦吼，伊讲方明有正气，孕育众元灵，九六已成熟，生生不息停，投入凡间地，附体已成形，人初性本善，习性得方心，十恶二生业，业障难调灵，天福尊大义，地在更多情啊。哦、所以讲，咱人呢，那你讲起来讲啊，人生不过几春秋，生死循环永不休，欲脱轮回应早觉，认真养性好心修了吼、哦，认真养性，把身体修好养好，咱到我度呢，静心生意吼，尊根本呐、啊，忠孝两全。在咱这个廉洁之风勤克守呢，忽然正气贯神州，信义奉行齐敬仰，和平相处免忧愁，如今换妻朱义女，大道勤修愿可求啦。也就是咧讲吼，阿娘就是咱讲咱的五庙，今日呢换妻咱这所谓义女。大道勤修，愿对当实现的意思。但是愿人来降世，同胞相爱乐悠悠。所以咧，甲咱讲哦，拢是愿人来世间来降世。吼、哦，有个人做大官，有个做官，有个做神嘛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德者为君，贤为臣呐、啊。君师德政，服人民；百姓基为众生供呢，富国强兵，日日新。君正神中灵帝国，风调雨顺庆人风，殊荣公家民安乐，天下太平尽大同。父庙恩德参天地，五岳乡亲不孝人。公兄弟之情敢那手足，心存友爱是良民。夫妻情爱应遵守，夫唱夫随乐频频。这是咱母娘呢，你给咱做一个吼祝福甲教育啦。讲人伦吼，记仇守刚常呢，虚诚虚贤，咱的愿自然对当吼。咱讲万咱的愿啦，只要咱坚心，好好去甲做，归回不计上天堂，这是无困难的代志啦吼。咱若有法度讲，伫这个六欲七情，拢卖去甲沾染，咱做一个谦谦的君子。讲谦谦君子有义公嘛，明心见性灵台精。那么呢，富贵不淫自可容，世上皆空心不离，兵经六道，人讲
贫穷常乐啦，咱的道自然就会康庄嘛吼。心清净道福无疆，无形功德应多积，不恼精神人有风，修己度人堪作欢，济贫济困好心中啦。人呢，咱的团结都是力量啦吼。无为之地呢，自然咱就会当从这世间来太平，四海含归啦，国运就会昌隆啦。既然就是人心定呢，哦，咱讲占领道真体天心。上节目了吼，没想讲诶，你卡现场诶，我叫了了速速救一支，没想来甲你接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卡赖啊，我要接啊，你都动点啊，安尼嘛是足困扰诶啦吼。我们可以直接打现场的5966449，但若没想咧放音乐，或者是讲吼，咧播上现歌诶时阵，你再来卡安尼咧吼，咱卡袂去中断我们的节目啦吼。啊、咱人吼、哦，拢会讨论啦吼。哎呦，咱人都唔通修咧，无修无代志，修咧魔苦特别济啦吼。咱讲天命灵修，这有一个触地考验，叫做触地考验。我顶下咧讲诶吼，随堂考吼、哦，老师呢随堂考、断考、期考、期末考。啊，咱讲天命灵修诶，这这灵啊囝嘛是有这触地考验呢，其实众生诶灵智。与生俱来，每一个人拢有啦，无多一个讲无灵智的啦，只是讲伊个关格安尼尔，差别伫啥感应的强甲弱。吼、哦，而且呢，咱讲吼，咱学道的道主呢，感应特别强的吼、哦，啊，咱每一个人呢吼，拢有真济吼，他的特质啦，啊，感应特别强吼，啊，过来的时候，有迄预知能力，哇！哦，人别人阿未发生代志，你都有个预知，哦，这预知能力，那就是感应比较强、特别强烈的这一种。哦，咱有时咱听讲现象有好有歹啦。哦，每一个人做反应诶，有正反两面，有诶是讲反应讲，诶、欸，这个人哦，哦好运，你过来你运未歹，他的感应是好的，但是有时候会感应到不好的，啊，不好的就是啥？啊！咧观念就讲吼，一出什么代志，出什么代志，出什么代志。咱来世间吼，有阴阳两面，有善恶两面，有好歹两面。感应就好，咱敢讲，人一定会足欢喜。哦，我未来哦，要大运好运。哦，那你当然吼，所以期待吼。未来，人家咱讲的这个实现啦吼，人家讲哦，你当时的大赚钱，你当时的运道会足好，你会期待无？会啊。你的期待当时的应验，这个某某师姐啊，某某老师跟你讲的，这个预言呢，吼、哦，会有准确，吼、哦、啊，会当让你真正如愿。啊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咱来去看到无好的这面，咱个预知无好的这面，啊，咱个讲吼，啊，你这安怎，你安怎，你安怎，你安怎，哇，都要吊在心肝底，跟他恐怖就好啊。我妈妈拄着师姐啊，吼。伊讲早起迷茫啦，迷茫啥？迷茫啥？迷茫啥？伊那紧张甲要害，迷茫家己厝内底人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发生啥物代志？所以他很紧张。啊，搁再搁去讲问，迄、那个老师搁甲讲，搁甲讲，哼、嗯，有影哦，这真正会发生哦，也搁较紧张。所以咱讲，大家拢期待人哦，人别人的预言预知都是好的好事，不好的最好了吼，那么引起人挂碍啦。啊，你要甲讲者，甲讲。爱注意，吼、哦，咱多几方面爱注意，多几方面爱注意，甲讲者就好，不要全部，吼、哦，甲讲甲，互伊挂碍挂心，啊，毋是要困困袂去，啊，要食食袂落，安尼是毋是一种折磨？所以咱讲，咱感应到的，吼、哦，甚至于看到不好的景象，
有好有坏，就如同咱所有一切事物有正反两面啦，正反两面，所以咱爱会晓讲话，唔通引起别人的期待，嘛唔通引起别人的挂碍啦吼。你给他讲得太好，他的期待哇，啊那有一天呢，有实现就好，啊那无实现呢，他也会怎么样？他也很失落那种感觉，然后也感觉足失望的。啊，人都甲预知讲我会安怎，会安怎，啊，偌好都偌好，啊，那也无影。咱每一个人吼，迄，那个好，咱拢会甲藏伫上悬的五望啦。啊，那伫上悬的五望，啊，咱无甲迄个上悬的结果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失望啦吼。所以梅香呢，定甲咱的道亲讲啦吼，不管讲你有什么感应啦，你的能量特别强啦吼，讲话都必须要有所包。有所啊那小夸小夸吼，暗示一下就好啦吼，唔能讲个惊天动地，嘛唔能讲个呢吼，会红惊，阿妈会红惊喜，阿妈会让人欢喜啦吼。所以咱吼，咱讲磨难的考验比一般的吼，每一个人拢会讲，迄，那个磨难，有个人现在受个精神异常，有点神经质，还有人格分裂。冇这种负面的结果，哎，你莫讲讲吼，这所有代志拢是灵修的问题哦。你莫讲，我都无去修，都无代志，啊，那修了它变安呢？吼，为什么咱的精神异常？为什么咱的神经质？为什么咱会安呢？吼，常常拢讲神的代志，望天望地，见讲拢讲遐吼，无别项好讲啦。开嘴合嘴拢是面望着黑，面望着这，啊，这拢甲遐所有的无形的拢有关系。到尾啊，吼，你家己惊家己，没想底下讲无自在，无自在，你就会家己会惊家己啦。啊，修到尾啊，变成安怎？精神异常嘛有啦，神经质的嘛有。啥物都要来跋杯，拄到啥物代志较紧的，我来跋杯；拄到啥物代志较紧的，我来爱来创啥，爱来问神，这样都不对啊！你自己不够自在，咱人人心，吼、哦。就是三宅之一啦，咱人都是有主张的人，遇到什么代志，咱该按哪拍算，该爱按哪决定，该爱按哪做，咱应该要有八分八成，上无嘛要六成，咱家己的自主能力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搁较唔捌，咱问人无要紧，啊，要清洗神、清杯嘛可以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不要说吼，哎、欸，修行修到神经质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人修到吼人格分裂。哦，安尼这种唔好啦，这种是定功啊，无修无代志，有修就变修个负面的结果，那就是不好。啊，所以咱哦，嗯，那我拢甲人咧行咧，我也知你是行安怎行，唔是甲人咧对咧拜就叫做行咧。哎、啊，人我咧修咧，无一定讲你是修真啊修假嘛，无了解。有个人是凑凑热闹吼，无一定去真心去修啦吼。所以修行的过程啦，拄到魔客啦，是讲有这个魔的干扰啦，是这魔的障碍啦。如果你若改动作是障碍，它就是魔障；如果你把它当作是考验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啊，给咱考验。咱来靠咱家己体悟出来，吼、哦，咱来比一般人更加了解身心灵的学修真意是在哪里。好，所以咱袂使讲哦，往后的日子啦吼，将所有的这神鬼魔啦吼，也是讲吼山精地灵，拢啊引来伫你的心目中，所有的一切拢总是甲因有关系。安尼呢吼，咱往后的日子就无好过啊。如果你的修行啦，修到安尼吼，专鬼专魔，吼专这山精地灵，所有的拢总甲怪怪哦遐无形的，安就惨嘛。人。要将心比心啦吼，咱今日要来引导有缘的人，咱要有正面的，吼、哦，输送要有一些正面的正能量，好伊呢唔是惊吓，好伊呢唔是恐吓啦吼，有用恐吓的，你唔惊你会安怎哦？你无修你会安怎？咱莫用恐吓的，用恐吓的就唔好啦吼。真正有够迄个组织，真正伊实实在在甲上天有缘啦。咱讲吼，心性自然家己都会去吹啦，唔免咱去甲点，他自己就会有感觉啦吼。都跟他没相同款啦，细汉的时阵都跟他无同款啦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不一样的体质会影响到你的将来你要所做的事啊吼。啊，以前就是安尼，所以讲咱定咧讲文清祭祖会加叫神明的名，吼、哦、来甲咱创治哦。会加这魔来给咱创治，还是加这遐山精地灵来给咱创治哦？
会啊，会加少一寡人事物来甲你安怎来甲你障碍无？会啊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咧讲吼，啥物叫做因果业障？业障业来动缘，业来动事业，业是咱家己本身咧吼。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，咱人吼来到这个世间啦吼，那个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讲业来障碍吼，啊，咱爱甲用正当的回向方式，吼，咱唔盲卖，咱卖用那不正当的方式，吼，去呢吼啊。去把这个完成这组，愈甜愈大甜，愈甜愈唔好。咱那如果讲本身呢有心魔，心者魔难生嘛，内外解不清。心会生魔，即众生是起因，拢是因为咱的吼、哦、心术不够正确，咱的心术无够健康。好、哦，咱讲完全接触每一个人嘛有，你去做总统出来英文，根本就无完全接触，伊嘛有啊，伊嘛有对待关系啊，嘛有请伊个，嘛有拜伊个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啊，做一个总统嘛是有较富个，啊嘛是有人要甲拗个啊，啊所以有请伊个，好、哦、有较请伊个，啊嘛有人都变啊较壮个，每一个人拢总有啦，好、哦，因果业障一定有，那是对待关系，业障就是一种对待关系。咱甲伊个对待关系，累生累世甲伊闹消遣，当然对待关系有伊要讨个，啊，该咱来行个，吼、哦，安尼即咱应该爱去接受个啦吼、哦。所以咱讲吼，心静魔难生啦，内外解不清。咱若心有静，我相信吼、哦，咱呢袂讲吼，咱心术若无讲无静，我相信无遐尼济魔要来甲咱安怎啦吼、哦，啊，咱免惊等候伊。吼、哦，咱定去迷失自我，魔由心生呢。吼、哦，自作两我，人格就会分裂。啊，人格若分裂吼、哦，啊，心魔你拢看无啊，啊嘛分袂清楚啊吼、哦。所以尤其咱将咱内心的善甲恶甲分作，吼、哦，分作，咱讲做善事，啊，甲做歹代志，内心该有一个定，啊，嘛有一个笑。所以咱讲灵，吼、哦、咱。如果今日咱已经灵学修到一段，咱袂使吼借用家教神父之名来教你的方式，吼、哦，安尼呢吼，咱来用假借神明，吼、哦，啊你家教你家己呢，吼、哦，即马在做这所有的工课，你是假借神明，而不是真的神明所派的这个指令吼，安、哦、尼呢，这考验就会大。想要讲考验的大，因为你唔是真正是奉着上天的旨意，也是你唔是真正主神的吼、哦，来伫你的身躯吼，所发号的指令是由上天派予，吼、哦、要怎么做怎么做，有时阵家己就担袂起啊。咱家己呢吼，用咱家己的想法，啊，但是家教都是尊神，安尼后边啥物人要受委？这本来就无灵无智。啊！你家教某都一尊神，是因为你家教伊个名号，问题是伊个法律无伫你遮，伊个指令无伫你遮，你要安那去甲这代志做甲圆满？这代志若做无圆满，啥物人爱担着？当然嘛是你家己，伤害嘛是你家己啦吼。所以咱讲圣魔要安怎分呐？吼，按摩课咱来甲当作啥？咱甲当作正念的考验，好要我们提升，所以才会有考试。所以不管讲是期考、末考、随堂考啦，都是考，没有关系。你用正知正见，他就不会，哦，他给你的很正面的思想观，考验绝对真紧就过啦。啊，那么灵真紧就会升等，真紧灵格就会提升啦。有考才有分数，有考才有定数，啊，有考才真正有格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咱来听《雷山老庙连串曲》，来送我咱主的顺性跟这老班的吼，讲规班十外岁拢在咧熬莲花，跟咧熬法宝衣啦吼，大家拢是真用心。啊，拄啊伫咱雷山母的身躯边吼，咱母娘逐天甲咱梳头壳，和咱身体健康，心情愉悦啦吼。人身体要健康，啊，心情先开朗。无烦无恼，才会健康。你讲是不是呢？雷山老庙，是花枝，更下欢天。
老庙，骊山老母，然后去啊，咱讲骊山啦、啊、吼，啊天地啊，吼、啊，也是讲去哦，咱都一搭是伊骊山老庙，有人讲葫芦墩也是倒位啊吼，还有那个地方也是有骊山老母的哦，迄、那个所在啦吼，啊，也阁有吼真济啦吼，啊，咱去这个哦大陆。啊，大陆嘛，咱讲去西安啦吼，遐到骊山，顶关嘛是有骊山老母啦吼。讲骊山老母，安怎讲嘛讲袂完啦，真济神迹啦吼。骊山老母吼，伊、哦、来讲这个音符经啦，来传音符，音符经嘛算真深啦吼。所以咱伫这个龙门心法内底，龙门心法哦，这。是咱的丘处机啦，吼，枯金人呢，枯田村金人，伫龙门苦修六年的时间，将伊的心得呢，全部拢甲写落来，所以叫龙门心法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来讲每一个朝代啦，吼，啊，每一尊女神也好，女仙也好，女圣也好，伊呢，既然来到这个世间有传人啦，那有。把这个金尊雕起来的这个传人，伊都有真侪这个故事吼，甲、哦、这个历史记载，包括修炼哦，所有的这口诀功夫啦吼、哦，一定有啦。而且七尊人吼、哦，七尊吼、哦，这个、七尊人拢总有写到因家己的心得啦吼、哦，留落来吼世间人呢吼、哦、去参见去参学安尼。哦、有人讲梅香师姐，咱要安怎个神修度个神域啦吼？咱敢有法度讲在迷茫梦境当中啦吼？咱要迷茫神，看到神，看到神仙，但是咱在世间的时阵，敢有法度有遐尼好？诶，这个吼境遇去拄到真正的神来到这个世间来化作人来跟咱修度，叫做神域，有这样吗？会有吗？来讲啦吼，修行人哦，咱不管讲。咱要参透真理也好，思想自然升华也好，心境搁趋于空灵也好，这些虚境拢是爱靠啥？拢爱靠咱修行修炼来的。所以修行是一门功夫了吼。伫这个思想，咱在我都彻底去改变，但是咱不是刻意勉强去记住那种感觉了吼。如果讲吼，咱都一定都爱吼。看到神，看到仙，咱才愿意相信。伊个经典，咱看咱那个无愿意相信，信袂落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就是比较呢，咱讲崇拜啦吼。但是，人因甲因的啥，甲因的吼修行正果，所有这功夫拢无老呢。吼、哦，人讲无看步的啦吼。较早的人师傅讲，要甲伊学师学三年四个月，佮甲你看一下步嘞吼。伊惊讲吼，师啊吼来拼师傅，所以一定要看一个步。迄、那个诀我甲你讲，阿伯你若唔知，你佮我等下问老师。吼、哦，啊咱修行啦，如果讲吼足济新鲜啦吼，拢将因的口诀单，人讲单刀内底有口诀嘛，甲因的修行的秘诀口诀。像咱慈天毕生公弘道印经会，咱都印着这个丹道秘籍。丹道秘籍呢，不是干那一尊先生所留落来，丹道秘籍是收集啊，吼，收集咱道藏内底炼丹道的，包括李祖嘛有，真济炼丹炼气术，吼，包括咱讲隔红仙翁啦，吼，啊是讲普朴住啦，真的有很多都是在丹道秘籍内底。包括七经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唔干那王重阳所书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个有这个武当派，吼、哦，武当派，然后武当山内底，吼、哦，马乌，这内底吼丹道秘籍，佮有画这个图样，包括你的气要安怎行，吼、哦，你坐，吼、哦，练用要安怎这个气安怎带都有。慈天毕生公的丹道秘籍是收集很多真人呐、啊，先生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呢，吼、哦，咱就要来讲一个神域的故事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较早咱定咧讲，人呢要练干呐，练个出神入化，就是咧讲一旦化作世间人，出神入化，吼、哦，爱一旦化作世间人，吼、哦，咱来这个世间呐，要去拄到神域，去拄到神，真正较早有啦，吼、哦，李神祖，伊就拄到一个，吼、哦。
看牛筋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咧看牛筋啊，善良人个囡仔穿个一件衫破鼓鼓，吼、哦，啊，徛伫牛顶顶冠呢，是咧替人看牛诶。我李先祖呢，是化作一个啥平凡诶人啊，都跟他修道人同款。啊，即马吼来甲这个吼木洞来开讲。啊，这个牧童讲，啊，咱兜吼，即马目前啥物环境，你讲我听。啊，这个吼，牧童就甲伊讲啊，伊讲伊出世就无老爸啦，但一个老母，你讲洗衫维持生活。啊，我即马十一岁啊吼，啊，我去甲主人吼，啊呢，甲牛牵出来饲啦吼，啊，换三顿食呢，换三顿食。啊，这个李先祖就甲讲啊，伊讲囡仔兄，囡仔兄，你敢有想要好个？有咯有咯，他也无想要好嘢。善人人善遮久啊，咱看人好嘢，人食好穿好，咱嘛心善啊。他有迄个无想要好嘢，伊讲吼，啊你有想要好嘢吼？来来来来来，你目睭看好哦，你目睭看好哦。伊讲啊要看对，伊讲你看我手尖头啊，记忆对去。啊结果呢，这个李祖所变的吼，伊就写尖头啊安尼，安摩尼不离红安。变安尼，啊！都迄个石头变作一粒黄金啦吼！哇！迄个看牛囡仔看在两粒目睭安尼，哇哇！世间闹这闹这种代志，伫我面头前发生咧哈！迄、啊那个石头呢？伊讲嘿，就是石头。石头为啥会使变金？伊讲会啊！伊讲你爱偌济，你甲我讲，我变乎你，乎你变当买田买地，起大厝，乎你做好野人。伊讲是吼、哦、是吼、哦，安尼吼好，啊，即马开始吼、哦，这李先祖手臂甲大石头都变黄金嘞，变一小堆啊，这个吼，啊，一角一角的这个黄金角嘞吼，伊就讲，这号你都有够啊啦，吼、哦，这号你都有够啊，你都会当安怎，会当去起楼啊厝，吼、哦，起大厝，啊，去买田买地，吼、哦，啊，带会当娶某，吼、哦，会当互你做冤家啊，啊，你这有够无？你敢知影迄、那个吼，迄、哦那个看牛囡啊？他个害害咧，这我用久嘛用得了咧，对不？这你变遐，你总共变一堆给我，我去买田买地，吼、哦，去买，搁去起厝，阿摆搁娶某，我买食的老啊，啊食的我嘛用得完呐、啊，啊所以就直直看，两粒目睭金金看咧看对，咧看李先祖的镜头啊，伊讲阿伯阿伯啊，有你的镜头啊足。好用的啦吼！啊，你既然要做好心做到底啊吼，你就你去镜头剁落来给我。啊，我若要爱偌济，我就变偌济，因为我嘛开不完。哦，那个李先祖吼，他个嗨嗨嘞，嗨嗨嘞，讲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该你善啊，该你善，你无应该得到这些物件，佮佮劈出来，佮佮化倒转来，又佮是石头。李先祖拢无回头啦，我咧就行。伊讲人心不过蛇吞象，你的善唔是无原因呢，就是贪。贪你差一片尔，贪就变贫啦。啊，你也出世伫这么善的这个家庭内底，就表示你贪得无厌，你是受处罚的啦吼。今日去试你的人心，伊也是讲阮这关考无过，连一说了我嘛无要留咧乎你，结果呢就全部。弄个化作石头，个化作灯啊！你赶快过去看你的牛啦，做你的善良人囡啊！呢，我来做一件。李先祖落来试人心啦，试咱世间人的人心。连一个囡仔十一岁尔，伊都会要贪，伊都会要讲要安怎拍算个老，拢唔免贪到通啊！只，伊要爱李先祖去镜头啊？为啥要爱去镜头？你伊讲去镜头会变呐？你是镜头啊？好过我永远食穿拢免烦恼。这种个贪就变毒啊！贪嗔痴的变三毒其中的一项啦吼，将李老祖呢吼，十次李先祖呢，将李老祖跟李先祖差几千年的呢，吼，伊在度这个李先祖呢成道的时阵吼，伊教这个点石成金，是将李老祖教李先祖啊，但是李先祖，伊到尾也佫将这个法术佫提到登上。佫提倒转向将李老祖讲伊无爱啊！伊讲有你五百年前的人啊，失误的五百年后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变的金仔工呢，五百年有效呢，迄个法力五百年有效。有你吼、哦、五百年的人吼、哦，以前的人吼、哦，啊那有
害伊五百年后的众生啦。五百年后，那大家拢从这金马角啊、村村的结果，甲拓开拢变石头。五百年后发力都无够遐，金马也会变石头。所以呢，伊就从这个吼，啊，咱讲点照成金的法术，佮当行啥，佮当行将离挪走，伊无爱学啊，啊，伊学会晓，伊落来世间试试咧，试这个人心，头一个就试这个囡仔。十一岁的囡仔，伊讲这童心未泯啊，童心未泯啊，这种童心的囡仔应该是上天真的，伊来甲试这个囡仔，啊，结果嘞，吼、哦，这个囡仔嘞吼，大大包天，也佫有佫较贪的，伊要爱伊个镜头啊，所以李先祖我哋就做一件，好，我的人心，那我心生要落来度众生，嘛就爱堪度呢，不堪度伊嘛无要度啦，吼、哦，啊堪做伊才做，不堪做伊嘛袂做你啦。所以咱人的贵人伫倒位，咱讲拄到神谕无？我这个囡仔去拄到神谕无？他有遇到什么？有啊，遇到八仙之一的李仙祖，因呢伊嘛是无多得啦。来，开讲甭开讲啊吼！啊，咱今嘛讲到这神谕啦，对面还过一个。讲曾祖呢吼，伊提到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啦。这庖丁就是皇帝的这个啥，哦皇帝啦，咱讲皇帝，庖丁就是皇帝的读书，叫御用的，御用的读书啦。啊，这个读书呢叫做，哦，这个读书为惠王杀牛啦，吼、哦，啊就是意思讲这个惠王呢爱食牛吧，啊佫要爱食现代的，啊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庖丁。哦、是这个皇帝的读书呢，这个读书为着惠王来抬牛啦。伊的技巧呢，也在讲是纯熟度非常优美，合于柔灵之舞，好像是在跳舞一样。惠王赞叹伊的技术出神入化。这个厨师呢，就变对这个惠王讲，这个哈、哦、读书就甲惠王讲啦。伊讲书信之解牛之时啦，所见无非牛者，三年之后未尚见全。专牛也，黄金之时呢，神欲神牛而不欲牧师啊，官低智而神欲行啊。微臣拄只拄好做这个工课的时阵呢，目睭所看到的，讲眼睛里所见到的，就是牛专专心心的下刀分解啦。伊讲三年后，这个技术熟练了，眼睛里没有看见牛。主当是万物之一啦，万物主有几多？多到对，伊就转到对，画到对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伊呢到今仔日呢吼，已经安怎练干了太牛的，而且个功夫免用目睭去看，牛肉对他上好食，吼、哦。伊拢有法度呢吼，哎、哦，咱讲多到吼，物的触到，啊、哦，所以讲吼。我会当安怎？会当太古太干呐，行云流水，顺畅优美啊！有足侪人咧电视顶光看到阿基师吼在切菜，快刀吼、哦、粗细，佮一无有二啊！所以讲流畅度呢吼、哦、快速，好、啊、所以讲吼唔免用目睭去看哦。伊讲哪用？伊讲哪甲人咧讲话啊？但是伊手咧切菜，皮皮飘飘，皮皮飘飘，这就叫啥？熟能生巧，这就讲心机的境界。做菜嘛是有刀啦吼，做菜嘛有刀，所以讲吼，伊讲伊呢吼，先啊讲伊咧抬牛，无先抬牛，因为伊看到唔是牛啦，伊看到是一个物件，啊，但是伊知影这个物件，倒一搭是上优的，倒一搭是上好的，倒一搭是会当安怎，倒一搭会当安怎，伊讲伊三年后呢，技术熟练啦，所以目睭内底就无看到这只牛，伊只看到万物之一的万物主有几多。做到对，转到对，画到对，伊拢足顺畅的。哦，这就是咧讲咱人咧吼，啊，唔是讲一定爱讲哦，这神啊，出神入化，真的是神，刀神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卖讲生活当中咧，处处拢是刀。修炼的心境，只要你虚灵持之以上咧，以成习惯之时，便无需再刻意有所用心啦吼、哦。就是咱讲，咱人只要管家为师啦吼。哦因为你的习惯性，你拢做这样台代志呢？你目睭开开，你嘛我都做。啊，所以讲，神欲而不以目视，也不用刻意表现出自己到了某种境界，然后只是讲咱比人较熟练而已啦。
像金惠妹这样嘛讲过这个故事啦吼，伊讲这无啥物啊，这嘛无算神通，这只是你比别人较熟练而已，是熟能生巧而已啦。所以咱去学到了一个境界，代志呢，咱去了解，自然就会当解决，解决个足水快。啊，所以咱讲神遇大小，出世如意啦。吼、哦，咱每一个人呢吼，来这世间看到的好代志，哦，咱都个当作神遇啦吼。啊，人我修行嘛，赶快心境空灵而时时持久，以这样的心境面对事情的时候，没有太多考量，心境不会随其动摇，事情自然而然呢、啊，功夫到家，久住于心呢、啊，很自然就迎刃化解。所以人我寺庙当家来叫住持嘛，心境嘛是赶快呢，你修个相住于心呢，持之以行的境界，方能当家做主。咱不管咱做这样代志，意思就你甲咱讲啊，甲咱讲咱做这样代志，拢是熟能生巧，过来就爱持之以恒啊。持之以恒的境界，你要做当家也是要持之以恒啊。袂当讲吼，哇，做做咧这行吼，无介意，迄样无介意，你都无够坚持，无够坚持，你都无法度得到啥，无法度得到。吼、哦，咱讲持之以恒的境界。所以说虚灵相助一心呢，方能进入梦我的境界。梦我是虚灵更进一步的境界，梦了我，梦了万物，梦了人知，梦了我以外界一切万事的相对人知，忘了我以外界一切万物的相对认知，虚空无极，渺渺明明，灭灭淡淡，万物归一啊。所以讲吼，生活之中呢，处处拢是道啦吼，处处都是道啦，处处拢是道，袂歹啦吼。来听一段啊，甲人较无共款的吼。一命一运，一命二运，三风水。一命二运，三风水啦吼。吉祥八精神，九九贵人是养生。人生成功条件多，你直白神仙没地火，要想吉祥发大财，思想原则要掌握。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季阴德虎图书，吉祥八精神，九九贵人是养生。天时地利人和处，万事俱备，东风来，东风来了怎么着，还能靠你去拼搏。五教拢唱个头啊！吼，无量天尊、哈利路亚拢总来啊！吼，一命二运三风水啊！吼，啊，咱个听一地啊，就好安尼。这是吼啊，咱台中个林师兄呢，吼哦，因为真认真呢去收集了很多，吼、哦，听了感觉好听，佫袂歹吼，摕来后面上来伫咱这个节目当中呢，甲咱所有孙兄叔姐来分享，然后来分享。真正是袂歹啦吼，咱也感谢啊，林师兄很有心啦吼，真的来护持慈天必胜宫，咱利用这个机会啦吼，来进一段广告。慈天必胜宫所甘蔗香品、香油款、素茶贡末、小盘香普灵灯、金盖丽蜂胶牙膏、合力美，好咱水，好咱水的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咱的太极能量元素第一，哦，已经升级到吼啊，咱的这个虫草王。啊，咱讲用植物干细胞吼、哦、啊所萃取的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也是讲吼、哦、啊，都有咧用啦吼，用了都感觉袂歹。咱的香品吼，也是讲咱的吼牙膏，也是合力美，也是讲咱食太极能量元素升级到虫草王，咱的咧食了都真好。那么呢，咱买单安怎多多呢，甲人介绍啦吼啊，香品啊，这些物件。
是美香来吼做的咱这个节目当中吼，啊，咱一点钟的这个喜结善缘的助缘，然后用一点的经费啊，伫这个所在给咱介绍香品，香款素茶贡、抹茶盘、香蒲灵灯，咱这物件好物件，咱就要给咱介绍安尼。来，咱讲拜太岁啦吼，拜太岁真重要啦，吼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守护神呐。哦，咱看咱多一年生，多一年的太岁，就是咱的守护太岁了哈。来听一对拜太岁。太岁星君掌大权，十二生肖归他管，一颗真情一针线，得到宝如素心愿。拜太岁，拜太岁。流年似水波满天，拜太岁，拜拜太岁，健康长寿多财钱。拜太岁，拜太岁，好运年年笑开颜。拜太岁，拜拜太岁，幸福吉祥在人间。拜太岁吼，即个咱即个吼妈祖出巡啦吼，啊，咱大家嘛，我那出淡薄仔状况啦吼，唔是大家嘛出状况，是咱只信徒，还是讲内底吼啊，咱有一挂点头啦吼，点头出一挂问题啦吼，夹腿夹边夹刀拢总出来吼，啊，太人。吼、哦，啊，是讲伫迄个所在吼，咱讲黑人吼、哦，啊，来咧抢救啦吼，啊，是讲吼，啊，咱的家长秀啦吼，啊，伫迄个所在吼，啊，伫遐团拼团，啊，伫遐冤家相拍，压刀啊，吼、哦，压啥安尼，这是对咱妈祖足不敬的，是啥物？妈祖娘娘，人讲出巡呢，是希望讲吼，咱会当吼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啦吼，过来就是讲吼，互咱呢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人，那讲。行为遐贵，互你一阵感动，一份甘心，然后，甲一份孝劳，一份服务，一份真心。妈祖出巡是真殊胜，一个真庄严的代志。啊，咱唔茫讲夹腿夹病啦，为着无爽快，啊，伫迄个所在吼，佮病佮流血，吼，甚至于遐么生命问题呢？啊，对妈祖真的是大不敬啦！你讲是唔是呢？咱呢，希望讲会当恢复古早的传统。进香还是挂会，或者是讲出巡，那拢是庄严殊胜。希望的是啥？希望的就是讲吼，妈祖保了，甲咱庇佑啦吼，路头路尾啦吼，有一挂高云也贵，会当我妈保佑呢，收去身躯边啊吼，做护法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正路啦，妈祖行过的所在，希望安怎？希望讲会发生事故的所在啦，有一挂伫遐咧压。吼、哦，咱讲要讲掠高铁者，拢会当互妈祖修复，互咱呢路头路尾路段呢，当较清净啦，吼、哦，较无即所有的即车祸，吼、哦，发生吼、哦、死亡的即所有的即，吼、哦，希望讲吼、哦，咱妈祖出巡的所在路段，拢会当很干净，而且呢吼，会当吼，唔只是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五谷丰收啦，吼、哦，六条好事，吼、哦，咱讲妈祖保出巡。过来呢，大圣书就是咱四月十五，农历的四月十五是咱六房天上圣庙昆仑观的大圣书，六房天上圣母出巡，嘛等于讲过过了吼。啊，咱即摆这个吼，过伫咱这个吼新处了过，就讲刀南过，啊，即嘛安地是新处了了吼。啊，所以咱讲每一年的这个第二炉柱啊，拢爱准备了吼。会使讲，爱迎接足济点头，啊个，即所谓善男信女啦吼。所以咱讲妈祖呢吼，无论是过过过路，或者是讲吼啊，咱讲出巡啦吼，啊绕境，咱拢希望伊是平安的，是庄严的，吼，会当带动民心的，大家拢会当安怎拜妈祖，友好是大人，拜妈祖，哎、啊，认真吼、哦，做咱家己的本分工课，和妈祖教育。哦、咱身为一个忠孝节义的，吼、哦，咱讲查甫囡也好，查某囡也好，人人拢是国家栋梁、家庭的硬棒啦吼。出现必胜宫呢，今日咱下早起开始哦，五高山爱拜帖啊吼，
啊，咱若是有闲诶，咱当个做义工诶吼，啊，咱非常感恩啦吼。今日个阴暗八点啊，八点半，好、哦，至九点以前吼，出席啦吼。啊，咱就是要来做这个哦，春季花卉开香的仪式啦吼，开箱仪式啦吼。咱伫遮呢，那感恩天尊啦吼，啊，太清莲救苦天尊，啊，加咱吼，啊，咱都做母娘啦，啊，咱所有神仙菩萨，吼、哦，一旦和咱春季花卉做庄严、名扬、亮丽啦吼，每一个参加的人，那么当地就欢喜充满啦吼，时时感恩啦吼。感恩多做，多做感恩母娘慈悲啦吼！感恩大家，咱今日节目呢就讲到这，祝大家呢，阖家平安，事事吉祥，再见，拜拜。